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博渊的分数是一直下降哦，连续4把的下降哎。今天有点类似昨天的，对目啊，前不会三大一吧？小，该不会2天就占了6个名次吧？但是他这个33,000是有自摸的，没有差那么多，没有昨对，天科科的那么差。但现在才第二将啊，第二将北风。可是其实不管前面打了多几桌的三大一小，都跟我们两个没关系。因为我们都会是单桌第一我们都名，是保送的，啊，会不会太骄傲？口出妄言。没有啦，我这是聊天啦。对啊，聊我天说而的是已。Cindy，不是我啦。哦，是。56取32。碰了8条，我们博博渊。渊他有一点很努力的想要摆脱对，但下是降，宝哥曾经跟我分享过，这有点像流沙一样，你身处下降气流的时候，深入泥淖是泥沼还是泥淖那个字？泥沼，泥沼就是你无能为力，你在旁边看得很清楚，你当下第一你察觉不了，第二你察觉你也爬不起来。就像流沙一样，流沙，对。对啊。第一，你察觉不了，越陷越深；第二，你察觉的你爬不上来，你越挣扎，陷得越深。是，这应该是仁哥讲的。哦，那就对不起，不是宝哥。仁哥讲的。对，你有听到这段？我就在他旁边啊，对我那对，天跟他一哦，起那播就报我他听到讲你们讲，的。我还以为是宝哥讲，因为对。这两位讲的我都是一直记在心里。仁哥讲的。以后多了一位心里讲的，我记在心里。阳春摸。阳春摸。姜志达这边听。防守放，听三饼的单调那，姜志达，你直呼他的全名啊 你直呼他的全名，哎，这个吃得好，对他刚才就在想要不要吃，小螺丝，又而是且，一个平行转张，对，平行就是听牌吃听牌，不去摸，那下家摸到的不是他自摸牌吗？不是三饼，没有看到，不是三饼我正啊，在看，9万白皮白啊，皮啊，那吃得好。对啊，而且这样子就是。大家对这个上路万子对他的需求会觉得不多了，搞不好还会有人再打一只六对万啊对啊，我7万，就是我们的啊，校小宝，就宝，是因为这样吃他才愿意打，不然是他不愿意啊，打的。是啊，当然你啦、吃6、7、8，你哪来的牌来唬我的7万？对啊，想哇，到他那也对江吧？哥这几把操作确实有嘿，不一样哎、江北平行转移耶，欸，对，你还直呼他全名？江志达。讲得那么顺，